这样喷头吗？如果喷头的话，脖子歪一点，躺久下来就会造成颈椎的歪斜。所以撑头会直接出来。对，那如果你挺胸，然后那你挺胸怎么撑头？你撑，你撑给我看啊！这样子还是不正啊，你还是往前倾的。撑的方式应该有很多吧？这种可爱。再来，重量就是全部压在我们的手腕跟肘肘上面，它会压迫到正中神经，正中神经是这一条。久了之后，其实也会让这边血液循环比较不好，会受到挤压、压迫。有一种撑头方式，它是躺在沙发上这样撑着，这样的话其实就有可能会去压到我们的脑神经。那会不会压到要截肢啊？不至于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啦。那当然，我们就是会做一些神经的减压嘛，然后少做这些动作，让神经慢慢恢复啊。网友看完说。没想到撑头会造成这些危害，以后要好好调整坐姿了。你都这样滑手机吗？教你一些舒缓肩颈酸痛的运动，你可以先对着镜子，因为我已经做得很习惯了。你是不是都这样滑？不然你干嘛做到这么习惯？其实我也是这样。你这样滑的状况下，这边不是直的，它所有的负重跟压力都会集中在这里跟这里，容易会造成颈椎的椎间盘突出、肌肉无力、手麻、脚麻，甚至大小便失禁。教你一个好方法，不要让颈椎是直的，这样就可以咯。可是这样子手机会打到脸上，这样侧着你的脊椎也是直的，可以这样滑。教你一些舒缓肩颈酸痛的运动，你可以先对着镜子平视前方，将我们的脖子转到最右边，停个五秒钟，往左边往下低头，全部都是做到活动的极限，五秒钟六个动作，这样就好了，做20次啊。哦，另外还有肌力的训练，顶在你头的一侧，然后你就跟它向对躺四个方向，五秒钟可以增强肩颈方面的肌肉力量，比较不容易得到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。所谓的侧棒式是像我这样子，这才叫标准的侧棒式，而这个是错误的，这是我为了要赶快做到100下才做的，千万不要用这种不正确的。我再讲一遍，这个才是正确的，这叫做侧棒式。下巴跟胸前含大概一颗网球大小，一秒钟、两秒钟、三秒钟，这样子是标准棒式，帮助就是这种。妈妈从一，妈妈从二，迅猛龙是这样子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八、九、十。这叫侧棒式进阶版。